想开唱不唱了，那么现在呢说是遭到了追杀，甚至还扯出说明华园也被查水表啊。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港过去真的拿了非常多的补助，而且呢林长佐当了这个立委之后呢还拿的更多，但是林长佐说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哦。龙姐看没有关系耶，我跟你说你就在想嘛，高路一用是怎样去给时代跟开读，你要补助嘛，因就是黄国昌这点嘛，阁袂歹，就是讲君子撇嫌嘛。哎，公务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就是安那，你那是有李登青伊来有了，对，你阁接受补助，我讲来发到侪钱啊啦。伊嘛讲安尼呢，拢总领6000万呢，领6000万议会议员袂当甲伊提出来问一下，你是咧讲啥物笑话啦？啊，拢袂使问，政府的钱，迄种阮的血汗钱呢，伫阮的桌顶硬肉饲你的大家，拢袂使问。你敢知影全台湾这万几个里长就对啦，哦，补助拢领了，社区2万3万要核销，得爱相片打骨啊十张，爱搁翕，爱搁写，安尼看领2万3万，得去学文化局啦、社会局啦、民政局啊，安尼苛刻，敢无？所有的里长、社区的理事长，当恁看这个节目啊。啊！因安尼1000万、2000万、3000万提起用，拢总6000几万提起用，叫伊来说明讲无用呢？安尼袂兴业，袂受气，袂使甲你问者哈？安尼拢无代志，你搞骗阿济？啊，搁有来恁这团员，你即马可能过去恁唔知影，恁想讲收门票啊开销安尼偌济，恁嘛唔知有领这条啊？这条钱上提起，建来报告无这条钱开去倒啊？拢无明细。安尼袂使，讲咱甲打压，讲市政府甲打压，啊打压今年嘛，阁有你800万呢，去年1000万，前年1000万，今年阁有你800万，安尼怎啊讲啊？讲伊无爱办啊啦，明年唔办啦，啊你都无申请要办，啥呐？做贼心虚啦，啊无你啥呐唔敢办？哦，人即马办人新的即高雄市的议员，较早要讨资料是无呢？嗯，是即马当然，即马活动执政啊。你就知影讲看换人接近看偌好，即个垃圾的吼，沙帽啦、护心网啊、胶纸、鸟鼠，拢会当甲清清出来，但无影。安尼即马资料一个掀起来，袂看一个，袂食一个，你甲看卖啊？2010年开始700万、390万、300万、400、400、500、700、1000、1000，今年800，安尼加起来都好5700啊是。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佮进前3年无讲啊，超过6000几万。拜托伊来说明一下，安尼袂使，袂得咯，要甲拍死哈！哦啊，迄文化局长佫甲创啊，讲到迄，即拢合法的，啥物叫做合法的？啊，迄拢阮的血汗钱呢，阮搭的税金钱呢，即嘛一个月单囡仔单注册尔啦，大家拢先写回啊，足侪人去写回啊贷款的啦，啊，伊安尼钱甲咱讨者，啊，你着。秘书长，恁啦，恁若要请2万、3万、5万，相片爱大20、30张啦，啊，得阁写个颜面仪，阁无一定随甲你拨款的，拢甲你让过来各位较拨款，这是钱先提起用呢，安尼看差偌济。大港开唱不唱？